隐藏版手工薄皮披萨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吃啊，不然变胖又怪我。太嘎好矮，嘿，梅森，这家在台南赤坎楼的，给我咬一口，是一家超好吃的披萨专卖店哦。老板原本是在经营婚纱，也是一位婚礼摄影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来做善事哦。怎么说呢？他们家的披萨料给的是非常的满，一层一层不断的叠加，而且都是自己研发，每种料每种酱都有他们加入的道理哦。咸的甜的全都有，梅森今天吃的都放在内文菜单，照点无雷。食材都放好后，就可以进入专业的烤箱中了。这可是非常的讲究哦。先放入下层，先烤披萨的上层，烤到香味爆炸后，再换到上层，将饼皮烤得更香更酥脆。而且老板会特别加强边边哦，等等吃就知道原因喽。今天点了我最爱的虾虾蹦蹦叫口味和整桌的幸福，也有素食披萨，也有炸物甜点。这款满满蔬果的披萨真的很好吃哎，口感丰富，清甜满足。这虾虾蹦蹦叫看就够了，不用我多说。意式薄皮原味披萨，完美享受饼的魅力哦。这边边超级脆的，不论是平常的独享还是周末派对都超赞。神秘粉红酱有种放不下的魅力，最后再用甜菜心苹果披萨做结尾，真的超爽的。